那个坐这个电动车主要是干什么用的？就是在这个店面了增加个人质，把这个电动车。但是我们看到有这个网友拍了一段视频，是这辆车，您骑着这辆车在马路上行驶，还有这么一段。就是刚开始做好了，没机会试去，在马路上没人的时候那么试试。它是怎么启动的？前轮的是一个电动车的一个电梯。咱那扭上前头和前头左右是转弯。这个就是刹车呗。那这个呢？在这个卖电动车这个剩余的这个时间要是没有不卖了，我就投着这些小东西，还是有这种爱好的喜好这个。但是呢，就是说第一，这种属于拼装的车辆，它不能够上路行驶。第二呢，就是说。还有这个人，也有网友反映他这个在夜间可能说，万一看到他还是比较害怕的。你这些电池都没有固定，对对，而且包括你看插座，是现在这个插头和这个接触都不实。购买电动车必须快来头盔。